看我爸这点五位子，带的娃娃赶，他们赶的来收都15、16块钱一斤，好像。这赶的收多少钱一斤的吧？五位子，五位子，就给15卖，15现在太便宜了。你再停一停就能20了，这些也没有多少斤，这一晒晒干了一点儿不出数，这些能有20斤呢？卖20一斤，才卖40块钱，我们又上第一批苞米啦，今天还带的水果、南瓜粒，还有一袋牛奶。你天天伸个脑袋，你出来卖单儿，完了进不去了吧？进不去了吧？他也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的脸这么招苍蝇呢？你看，脸上钉满了苍蝇，是不洗脸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你聊他干什么？这又没顶你了。我们到地里了，还是昨天的那块地，让你们看看今年的收成怎么样。今年的苞米棒子不算太小，也不算太大，有6个吧，也还算可以吧。感觉没有去年大，去年的苞米棒子挺大的。这一块终于劈完了，我们要换地方了，换到后山那边，看见没？那有松树塔，这个就是松树塔，就是平时你们买的那个松子儿，太小了不一定能有籽儿，我看有籽儿，有的真有籽儿，哎，真有哎。籽儿给我呀！这就是你们买的松籽儿，这松籽儿搁外边卖50、60一斤呢，可贵了。可能是因为打这个塔太累了哈，太危险。有芽吗？在猴子，猴子吃水果的时间到了，来个梨。是个猴子，猴子校外。这灰也太大了，看。我还戴了2个口罩呢，这灰都上鼻子上来了。这是不是就证明我干活了？要不昨天我录视频，他们说我不干活就来录来，这不就证明我干活了？我爸给牛都牵来了，这几个小崽子都跟过来了，让他上地头吃吃青草。太阳都下山了，回家吃饭。妈妈都回去做饭了，不知道做没做好，饿了。又开饭了，面瓜，然后小鱼，小鲸鱼。